这桩生意啊，确实很诱人呐。只可惜呀，你找错对象了。我说胡大妹子，这抗战都打了快6年了，也打出些经验来了。老子的经验就是先杀鬼子，后杀汉奸。只要汉奸不来惹我，我才没那个心思戏耍他们。市委员近段时间一直躲着我，我去吓唬他干啥呀？市长，您放着汉奸不打，莫非跟他沾亲带故不成吗？哎，我说胡大妹子，你咋就不明白呢？你知不知道日本那个弹丸小国，他能有多少人杀？杀一个就少一个。只要把日本鬼子都杀光了，那汉奸靠谁的威风去？那还不是树倒猢狲散呀？可是你要去杀汉奸，那就是层出不穷呀，你杀不完。所以啊，有力气啊，还是杀鬼子好。秦明身上怎么会有武林中尉的印鉴？李副官，你看得清，这果真是武林中尉的印鉴吗？绝对没错，魏文书刻完后，是我委托前往建立的机要信使交给武林的。信使会不会在路上被人劫持？不会，信使已经平安返回，而且据他说，图章他已经亲手交给了武林中尉。难道说？可是武林中尉好端端的在监里啊，这是怎么回事？还是提审武先明。怎么样？找着吴某的护身符了？哪来的？天知地知，我知你不知。吴先明，你想跟我们斗嘴皮子是吗？我们有的是时间。好吧，我可没时间。实话告诉你们，这是印鉴的主人亲手送给我的。胡说！你要是不相信，我就不说呗。你说下去。那个人曾经落在我手里。虽然我军衔没你高，可做人比你大度，当然不会难为一个黄毛丫头。这不，他给我写了一封保证书，保证以后为皇军做事，我就把他给放了。保证书在哪儿？着什么急？只要你们现在杀了我，明天荆州武汉各大报纸就会马上刊登出来。带下去吧。两位处长，我相信武先明说的不是实话。武林中尉性格刚烈，绝不会做苟且之事。我这就打电话问武林。等等，李副官，此等机密之事，难道有人会承认吗？此事关系到一个军官的节操，要不报请陈长官处置吧。糊涂。让陈长官怎么处置？大义灭亲嘛。可是，李副官，你受训的时候比较晚，这团体家训想必还记得吧？我上了年龄了，脑袋不太灵光。哎，那怎么说的来着？奉陈领袖旨意，体念领袖苦心。领袖没有想到的，我们要替领袖想到；领袖没有做到的，我们要替领袖做到。在六战区，陈长官就是我们的领袖，他一向钟爱武林，这种事情还是谨慎为妙。可是要是陈长官询问审问结果
我们该如何回复？听说陈长官调令已下，好像就这两天吧，去滇缅统帅中国远征军。一路辛苦，我哭了。这是新上任的横山勇中将，不得无礼。混账！都给我看看。哎，站起来！近卫师团长，你居然拥有这种目无尊长的部下。军长，他在战争中受过伤，受伤就应该回家休养。大日本陆军不需要这样的人。副官阁下，这把枪德勇少佐的战利品，关乎他个人荣誉，能还给他吗？报告，进来。陈长官，魏文书已经准备停当。先不急，李副官，那个刺客招了没有？那个人嘴很硬，一直没有交代。职务能，是不是换一个人主审？不要着急，经验是积累出来的。此次破案失利，不要有太多的挫折感。你还年轻，以后有你大显身手的机会。是。我奉委座多次调遣，近日就要离开六战区，前往远征军司令部。我本想将你带到云南的，可是你是情报军官，在这里更有发展前景。我听外面议论说，陈长官已经多次推辞此任命了呀。怕是推辞不掉喽。这是委员长的亲笔信，你看看吧，措辞何其严厉。慈修同志，你之辞呈我昨方才接到，不胜感慨。关于远征军事，凡你所要求者，无不遵你意志照办。于我个人，无论公司，我以为已到极致地步。此外，再无其他办法可以服从。你要不去就可不去，你要如何就可如何，我绝不再来恳求。现在除向你三跪九叩首之外，再无其他礼节可以表示敬意。你近日之态度言行或不自知，你的观念思想或未自反，我不得不对你做最后之规谏。须知你此种态度，国家政府命令纪律皆已废弃。委员长如此倚重陈长官，是我战区官兵之荣幸。委员长训斥的是，所以我要以政府命令纪律为重，远赴滇缅。至于你的安排，只愿受陈长官驱使，
追随长官麾下。你精明强干，头脑清晰，我何尝不想把你带在身边？只是第六战区敌我态势犬牙交错，你留在这里才是大有可为。只愿意追随陈长官，不问前景，只求能得到陈长官的耳提面命。不只是个人的发展，还要看国家的需要。你在这里于国于己都比跟着我要强。我会安排你担任冯处长的副手。冯处长经验丰富，见识过人，可是正因为此就难免自以为是。你要帮他把牢船舵，不要让六战区的情报工作偏离了主旨。多谢陈长官提携，只遵命。开始吧。陈长官，各位长官，长江工作站地主监理是我军情报战线的桥头堡。魏文说，套话就不要说了。长江工作站的位置大家都非常清楚。你说说看，假如你来当这个站长，你将如何开展工作呢？以地理为优势，展开对日寇93师团的全面情报工作。你对918师什么看法？房进斋桀骜不驯，918师江北栋梁。在扯旗造反之前，918师的番号是多少？国军暂编189师。房进斋扯旗造反之后，以东北沦亡国耻日9月18号为番号，为的是让士兵莫忘国家山河破碎，饱受凌辱。将番号改成918师，尚且有情可原。如果有朝一日他的番号再度变化，那么在座的各位，恐怕都要成为党国的罪人。比如说，他的番号变成了新四军8师。怎么会呢？怎么不会呢？据可靠情报，房进斋与新四军5师李先念部多有来往。当然了，如果长江工作站能发挥效力，让本战区对房进斋的活动了如指掌，这种可能或许不会出现。你的主要工作方式是什么？是不是以血还血，以牙还牙呢？应该是这样。你的第一个目标是谁？陈长官问你第一个打击目标是什么？陈长官，我可不可以发表一下我现在内心的想法？当然好。陈长官，我认为间谍只有在不可避免的情况下才可以流血，就像在不可避免的情况下才可以用枪一样。那么你打算如何工作呢？不流血又能换取胜利，天下有这等轻巧的事情？其实我完全可以通过别的方式来解决，比如说交易。这种说法倒是别有意味，愿闻其详。陈长官，这个想法我暂时在心里面还没有形成。怎么？难道你连成型的工作方案都没有吗？那你凭什么来参加竞争？好吧，还是我来问吧。比如说那个武先明，现在交给你来处置，你将如何对付？释放他。那余科长的血就白流了吗？如果通过释放武先明能挽救更多市民的性命，我觉得是值得的。照你这个说法，这世上岂不只有交易，没有了公理？可是最大的公理是胜利，长官。到这里吧，魏文硕，你等候通知吧。
你呀，这就是你准备的结果啊？我不知道他会这么问我，我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看来你与长江无缘呐。胡松统帅，信仰领袖，是军人的基本职责所在。魏耀阳这人，居然图谋另行一套，自作主张。这样的人，不可重用。是。一个主义，一个政党，那是不容任何人所质疑的。那么，长江工作站的事，李副官，看来就要辛苦你了。职责所在，万死不辞。立刻发布命令，李春利上校为长江工作站新任站长。是。李副官，凡事只要有心，不愁后来居上。我担任中将警卫司令的时候，还不到你这个年纪。陈长官四年间因赫赫战功，从上尉升到了中将，31岁出任警卫司令。可谓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只望尘莫及。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乱世出英雄，后胜可畏，也未可知啊。多谢陈长官勉励。你去准备吧。陈长官，这是治疗腹泻的特效药。你怎么知道我最近肠胃不适啊？只偶然间发现长官专用厕所的手指这两天换得特别的勤。这些工作最由副官操劳，你的精力要多放在长江工作站新工作上。是。一去监利就要和武林一起工作了。这孩子从小任性，身边很需要一个人对他约束指教。你要多关心他。陈长官请放心，我会好好照顾武林中尉的。各位，这是什么？这是十一吗？这是两根拐杖。一年来，我十一军就像拄着两根拐杖的残废，毫无进取之心，彷徨不前。现在有一种非常荒唐的理论，认为大日本帝国同时跟英美中苏这么多大国作战，胜负难测，认为要等待时机，静观其变。政治格局那是政治家考虑的事情，作为军人只有四个字：不进则死。我这次来荆州，就是要改变这种奇怪的局面，让大日本皇军第十一军像两根钉子，楔入中国腹地。大红角啊，来进来进来，怪不得今天早上啊喜鹊叫个不停呢。哎，穆叔啊，你怎么看上监利这个小码头了？哎呦，杜鹃姑娘，哎呀，我还是第一次啊跟名爵离那么近呢。这大码头啊都让日本人给占了，这鬼子汉奸横行霸道，不如来国统区，起码呀没有人欺负我们。那是。哎，胡掌柜，还有空闲的房子吧？哦，这房子还有一两间，可是你这么多人，我怕不够啊。嗨，我们这走江湖的没那么多讲究，一两间够了。那行，我这就去安排。杜鹃姑娘，你要早点来就好了，
你呀就能教我几首酸曲儿，省得让人家比下去。大姐说唱什么酸曲儿？就是西北的信天游。哎呦，吕县长，快快拜码头啊！哎呦，县长大人，我们初来贵地，请您多多关照，多多关照。我们这里不兴这个，只要你们安分守法，不唱淫词滥调，没有人会欺负你们。啊，那是。报告司团长，不好了，房地寨的兵放火烧了我的马厩，100多匹战马全部被火烧死。我拼尽全力，可是静观其变，就变成了这个样子。小左，把你的军靴穿好。嗨，我不露三秒。李明，战场纪律。散会。德勇，还不赶快给军长敬礼？不必。他现在是你的家将，不必向我效忠。好，这是诺门坎一战，德勇从敌人身上缴获的战利品。千里必有一别，诸位，且回吧。祝长官马到成功，威震一方。谢谢方兄。陈长官，车子已经安排好了。长官部各部门主管纷纷要求要送陈长官一程。你告诉他们，让他们忙好各自手头的工作，就是对我陈某最大的祝福。是。方兄，你也请回吧。陈长官，还有什么要吩咐的吗？吩咐不敢当。伟作曾经说过，在目前的对敌作战中，要以军事力第六战区第一，我去中国远征军任职，这坐镇长江拱卫陪都的重任就拜托方兄。陈长官放心，我等定然殚精竭虑，不负伟作重托，也不负陈长官的厚望。今后陈长官身在南疆，心里可不要忘了咱们六战区，对六战区的工作还要多加指示。方鲁兄不必过谦，当年你在台儿庄一役中下的那道命令掷地有声，言犹在耳。当兵的打光了，当官的顶上去，当官的打光了，老子顶上去，那是何等英雄。陈长官过奖了。伟作从来没有怀疑过你对日作战的勇气和能力，只是本战区疫情境异常复杂，以致友邻战区多了一个一滴入到方金镇。
你也是西北军出身，对此人一定比我更了解一些吧？啊，那是当年在冯玉祥长官手下短暂共事，谈不上什么了解。这就好，既有同僚之意，事情总会好办一些。陈长官，房进斋既然扯旗造反，对抗中央，他就是国家的敌人。我孙某绝不会和这些人顾及什么交情。我知道，我知道，你我交往多年，你的为人我怎能不知？要不然，也不换劳烦你老兄来接替我当这个代司令长官。大家请回吧。我们互通捷报，一路平安。武新民保得住命吗？你放心，他是一颗砸不扁蒸不烂的铜豌豆。刺杀于科长成功以后，他完全有时间离开恩施，可他为什么不走呢？还要在你面前飞蛾扑火，这说明什么呢？如果他身上不揣着免死证护身符，他能视我六战区为无人之境吗？其实这个我也知道，可是他为什么把这个功劳送给我，让我成了破案的英雄呢？武先明自有他的意图。长江工作站是他的直接对手，他希望在他对手里有一些同学的成分，这样以后他可以有利可图。总之，他是一个死心塌地的汉奸，此举必有阴谋。老师这么说，是给我留面子了。可是我想，武学明之所以让我中举，是因为他觉得我比于科长好对付。因为于科长毕竟是一个干才，就连武先明都对他有所忌惮。就从刺杀于科长，他连放了五颗子弹这件小事上来讲，他心里边就很害怕于科长。间谍所必须的，并非拳脚和枪法，更在于头脑。你和于科长各有所长，不要妄自菲薄。多谢老师的勉励。既然这样的话，我要求亲自前往监利，去调查刘德彪失踪的内幕。既然长江不从我身边过，就让我自己到长江边上去吧。你要多加小心。明白。不过具体名目恐怕还要商榷，以便掩人耳目。我相信老师一定会给我一个适当的出差理由的。李站长，何时上任？简单准备后3日内启程。关键老李那个武先明，你看应该如何处置？听凭张处长处置。张处长，哦，找我有什么事啊？请。好。冯处长，那个武先明现在倒成了一个烫手的年糕，找你来讨个妙策。反间谍工作是张处长分内的事，外人恐怕不好致谑。哎呀，老兄，就不要再推脱了。武先明现在尾大不掉，李站长又要赴任，总得想一个妥善的办法。武先明今天托监狱看守又捎信出来，说我们如果对他无礼，他就要利用手中的把柄，要挟武林中尉登报声明，公开脱离国军。陈长官现在是全球瞩目的远征军总司令，如果传出丑闻，恐怕会让全世界失笑。这个武先明说的会不会是真的？哎呀，老兄，这种事关系到长官的声誉，还是宁信其有吧。那么现在能有什么办法？依你们看呢？偏偏这个武先明又是个重犯，把他放了，责任也不小。这倒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是武林中尉是否有投敌行为，如果没有便罢，如果有，那就要着想对策，起码要把武林中尉马上调出荆州地区，否则让武先明那个无赖今天提那个，明天又提这个，我们岂不是被他吃定了？可也是，
我认为应该立即派出调查人查清事实。李镇长不是马上要去监利吗？顺便查一下就是。那可不行，整肃内部是反监部门的工作，我不在行，也不便越俎代庖。那得有劳张处长。冯处长，我们军法处比不上你们情报处人才济济，我手底下就那么几个人，哪里能抽得出得力的人手？你们那个魏耀阳不是正在赴县吗？魏耀阳啊，那可是陈长官点名不能重用的人。调查一个中尉是否有变节行为，也算不上什么重任吧。是啊，既然这样，那张处长你行个文，借调魏耀阳，我放行就是。这个还有这么繁琐吗？调查我方内部人员可不是我们情报处的事儿，没有你出文，如何名正言顺呢？如何让魏耀阳开展工作呢？那好吧，那就这样。冯处长，等一下，您还没有说武先明该如何处置。依我看，最好的办法是把武林中尉调回来，由他处置。如果他没有投敌行为，他会一枪把他毙了。好主意，我这就去打电话。张处长，处里还有点事儿，我先走。好。等等，不妥。年轻人爱面子，如果武林中尉真有变节行为，一见武先明，慌乱之中真把他毙了，那么内幕岂不还是要被捅出去？那该如何是好？汉奸有几百万，多武先明一个，也影响不了抗战大局。张处长的意思是把他给放了？陈长官临缴书吩咐，此人由你审问，是杀是放，你有绝对大权。可是陈长官远赴滇缅，日理万机，顺内长官新官上任，百事待举，怕是想不起一个小小的汉奸上校吧。我来个呆球过人，怎么篮球都不会打？呆坐呆坐，别给他们吃西粮了，就吃粗粮。呆坐。师长，这一仗打得太仓促，只叫回了几把马刀，未曾给师长叫回两匹战马来。大张，这破玩意儿是给那些娘们耍的，我就不要了，破麻杆一样的。要是碰到咱29军的大刀，那还不挡着立断呢？师长。嗯。子欣请报。哦。被顾旅长烧了马厩的鬼子骑兵中队长渡边正龙已经被横山勇下令枪决了。哦，哈哈，横山这个老鬼子吃了高粱米不消化，火气大了。哦，还有重要情报，六战区司令长官陈诚已经奉调他处。真的呀？是。哼，好啊，这陈小贵走了，我们918师可以松口气了。其实这个人呐，为官清廉，就是个性太强，不好对付。哎，继任者是谁啊？孙连仲。孙连仲是。嘿，哎呀，孙连仲啊，孙连仲。大张啊，勒紧点裤腰带啊，我估计这老兄一上台啊，我们918师的苦日子就要到了。这孙长官和师长不都出自冯老头的门下吗？哼，所以啊，他为了避嫌疑，一定会对我们918师更加苛刻的。徐处长，在。粮食和军火的事情要抓紧办，啊。是。
哎呀，老子真是命苦啊！人家他乡遇故知是件喜事，我他乡遇故知却是刀兵相见呐、啊。放你走，是看在你曾经在荆州做过一些有益工作的份上，并不是屈服于你的威胁。那是呢？日本以弹丸之国与中美英苏各强国对抗，胜负不问自知。当汉奸有什么出路？还是给自己留条后路的好。长官教训的是。以后有什么重要情报，可以跟长江工作站接洽。光复以后，国军定会论功行赏。多谢李兄给兄弟指了条明路，还希望李兄好人做到底，给兄弟拿张通行证，免得从恩施一路返回荆州要和国军的兄弟纠缠。对了，兄弟的武器不知可否归还？吴先民，你不要蹬鼻子上脸。好好好，是兄弟不懂规矩。不过李副官，如果我明晃暗盖的投靠了你们，你们不会过河拆桥利用完我就卸磨杀驴吧？堂堂国君岂能不讲信义？那可不好说。就说今天你们放我了，我还怕是猫捉耗子的游戏？我前脚走出长官部的大门，后脚你们在我背后开上一黑枪，然后推说是土匪所为，我上哪申冤去？你手里不是有重要把柄吗？还怕我们打黑枪？你李副官是明白事理的人，当然不会乱来。可那些普通士兵呢？余科长那些朋友下属呢？他们怕是不会像你这么顾全大局吧？你说的也有道理，所以我斗胆请李副官送我出城。好大的架子呀！如果一个小小的汉奸武先明，当然劳不动你们大家。可要是我死了，只怕牵连太多。少废话，跟我走。麻烦先去到龙游客栈，兄弟有点随身的东西要拿。你不是住在图安客栈吗？狡兔三窟嘛，长官见笑。李副官，交个朋友吧。我这个人呢，也不讲什么大义，不过对朋友什么都好说。你快点收拾行不行？我很忙。兄，你这个人呢，什么都好，就是架子太大，也不知道投靠了你，你看不看得上我这个小小的情报队长？抗日不分大小，你不用多虑。哎，才放了几天就没油了。林伯总，快点！We'll be right back.
苦。